我是身形 S 号，我先告诉大家它的尺寸range距蛮棒的，弹性非常的好，长度的话也是一般的正常衣长，而且完全不会挤肉哦。它的布料就是有一种很漂亮很漂亮不一样的晕染感，它不是就是纯布这样子，你看一下它是透透的哦，透透的，然后弹性非常的好。我们真的很害怕，我超担心副乳炸出来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剪裁真的很贴心，因为一旦啊它整个太斜肩，那个副乳感觉就是要跑出来了。但是这一款的包覆度真的很好，而且是完全不紧勒的，它有点坑条纹，然后整体来说非常非常的柔软，所以很好凹造型，你想要变成短款感觉，或者是整个全部放出来扎进去都完全可以。